你喜欢听故事吗？小时候，我很喜欢在家乡的祖树下听父亲讲故事。我也去了很多地方收集故事。我曾去过遗迹，听闻了陌上仙舟的传说。我还去过玉城，见到了前所未有的繁华。后来我去了金庭，遇见守护和平的军队。但还有一个地方我一直很想去，那就是记载云中文明的千窟城。我要把这里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。这里的每一根石柱都在诉说过去，这里的每一幅壁画都栩栩如生，仿佛千年前的故事就在眼前。这难道是？你是谁？为何会从壁画里出来？